下天下风景风景风景无限美。等会儿，我这实在是太小声了，实在是太小声了，我稍微大点声，我有点过意不去了。破镜破镜破镜，来吧。好了，来了啊。天下，这刚才知道了，风景无限美，无限美，无限美，全靠全靠天下风景无限美，全靠导游一张嘴，导游一张嘴，导游一啊张嘴，恐龙一张嘴，对，导游好，导游一张嘴，一张嘴，对，天下风景无限美，全靠导游一张嘴，导游一张嘴，天下风景无限美，导游，你把耳机摘了啊！我还想看他们俩能唠到啥时候啊！导游，这边。招手，导游，叫锤儿，叫头，对啊，导游，导游，你说别的字儿吧，这俩字儿，导游一张嘴，张嘴啊，天下，高低天下，你还是在卖弄嘴型，导游，嘴型，导。你比如说，你想，花，草，导游，小童，哎呦，买玉，啊，爸妈出门老要买玉，导游，啊，对，导游，导游怎么的？一张嘴。一张嘴，导游张嘴，天下，天南海北，哎，这差不多，哎，天下无限美。哎呀，买玉的才反应过来了。导游，张嘴，上船。唱歌，张嘴，上，百家姓，张王李赵，张烧。我看看嗓子，刷牙，我拔牙，我就拔。张嘴，别的词儿还有呢。那我哪知道了？不，没别的了啊。导游，张嘴啊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张嘴。导游张嘴，完了这个四个字儿，导游张嘴。哦，哎呦，想起来了，过去了，来了。哦，对，导游小偷，是导游。我举了个牌子，你上哪儿去？哎，导游，对，刚才陈老师跟我说的就是。只能说对，导游得笑，不是笑，导游假笑，是两个字，张嘴。他就是老是这样的往上走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刚才陈老师跟我说的就是，我就一直没猜出这两个字。姐，信息太多了。哦 ，relax， 一个字儿的跟我说。吃张张是山张张山啊，张是鹅吗？鹅啊，就是张嘴，对，导游，时间到，张嘴四个字，对，就这个，没错，可以摘了啊，差不多，哟，完全拒绝外界信息，让他们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不听。导游 OK， 张嘴啊，对，完了。
我懂了，我懂了。Cool. 正确答案是，导游一张嘴啊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。哇，厉害！大概是这个。刚刚传递的就是十四个字儿，你说的答案也是十四个字儿。哇哇，我们第一次出现满分。不是，对了几个字儿啊？对了仨字儿。对了七个字。七个字，哎呀，那真不错。真棒。好，请戴好耳机。哇，日本留守去问啥没有，问啥啥不懂。传递开始。导游，导游，走，嘴型，嘴型，走，嘴型，嘴型，走，走，导游走，吃，吃，啥？是吃吗？当我说对的时候，你给我一个对的反应，好吧？哎，导游，完了呢？走，吃。吃什么？吃啥？吃渣？吃啥？渣？不对啊！我演一个，你表演一下。这怎么写、啊？吃的是什么？那个方向。跟着导游走。走吃。啥啥都有。揣兜什么意思？掏兜。吃啥啥都有。炸炸豆油。后面还有十个字呢，总共二十个字。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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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玩，问，滚，问啥？啥都会，无所谓。呀呀！你演出来，你说不出来，你演出来。吃啥？我给你一句。还是这个导游，导游，走走走走着吃，那应该是热干面，热干面。完还有什么掏兜啊之类的啊？一掏兜，一掏兜，两手空空没钱。哎，我就得到这么多信息啊。导游，杨林。导游，导游，走走走走，这狗走走走走着走，吃吃热干面，吃燃面，热干干，吃面好辣，热干面，燃面，热干面，油炸面，哎呀，热干面，辣面辣面，湖北的面，湖北的面。湖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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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热干面，襄阳牛肉面。哎呦喂！OK， 导游，导游，走着，走到吃面，一家面馆啊，吃面，一掏兜，哎呦，发现没钱，哎，差不多就这意思。导游，导游，饿了，肚子疼，吃面。导游肚子疼，吃面，吃面。啊，被辣着了！辣辣面条，吃辣面条，吃湖北的面条，吃湖北的面条。一掏兜发现钱没了，口袋发现钱没了，没有啦。来，周野说出。